宜兰媳妇呢，卫福部的国建署长邱淑媞的参选宜兰县长有望了。他昨天表示呢，参选原本不在他人生规划当中，会有这样转折，是因为前阵子的电子媒体民调呢，显示他在宜兰乡亲有15%的支持度，现在已经规划可能会慎重考虑，有60%的参选意愿，会在2月底呢做出最后决定。